大家好，我是浩南，这里是南营畜牧市场。刚才那头驴也太厉害了，差点就踢到人了。这些都是养殖户买卖的毛驴，他们有的是买回去育肥，有的是直接去驴场。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哪些事情和变化呢？我就不多说了，带大家一起去看吧。我哪儿干呀？走着走着把自己绊着了。走着走着把自己绊着了。四个绑一块其实是最好的。你把它套里边去了。四个绑一块。这是四条鱼。四条鱼。抽开了，我给他抽开了。哎呀，抽开了，你可能绊倒了。买驴送分子。买驴送分子。我想要绊到你天上龙，天上龙肉地下鱼肉，绊倒了他。只不过是你们找不到真正的驴肉。这个驴倒是好。穿到腿了。行，你超了。我哪儿走啊？啊，那边。跳。今天驴胎毛还没掉呢哈。抓着驴群那些，哎呀，那个驴怀着孕了，大驴怀着孕了，大驴怀着孕了。我保证了，驴肉火烧很出名。对呀、啊，河北的驴肉，河北的驴肉火烧，对吧？很出名的。哎呦呦呦！把个驴绑住了。把脚绊到里面去了。把人家孕妇腿都绊住了。给人整流产了，报价了，你起来吧，赶紧降了。哎呀，哎，踢他，对，踢他。哎，护肚子，怀孕的驴都护肚子，知道吧？哎，开了，快走吧。我们这儿假的也多，关注我，怎么骑？人皮特别长，你关注我，好不好？你关注我，保证让你们吃到新鲜的而且纯正的驴肉啊！他踢他了，你看。驴的运气多长时间？驴的运气十二个月，十二个月。这小名儿。喜欢吃驴肉的朋友，关注我。这个量是我。好。过来。你要垫驴屁股了。哎呦！你使劲踢他。
不一会儿时间就装了满满一大车，这也太紧了，装好车就要拉走了，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明天见。